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笑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放弃云拥有时常的波动，时常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灯火阑珊处小雨。江湖再现天姐的市场决斗。大家好，我是天姐。大家周六好。我们今天收到一位会员电邮，以下是邮件内容。我的期权操作回报今年目前已经超过 300%。我想问王总，我能不能操作一个 Apex 账户和天姐比试比试？天姐我很开心，比赛是交易员的动力。我是做波段的，上班族跟得上吃到肉。都是持有一天以上，大家跟单简单易学。 Apex 是当天交易的，山本会来迎战，我们来准备规则哈。这是 ChatGPT 的建议哈。天姐和山本的比赛听起来非常有趣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让交易员们在竞争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交易技能。对于那些想要参与 Apex 账户比赛的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挑战。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，许多门派和人物通过比武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技巧，这与交易员之间的比赛不无相似。你提到的这些武侠门派和人物，他们的故事充满了策略和智慧，这些也是做好交易所需要的重要素质。在进行此类交易比赛时，重要的是确保你理解交易平台的规则和风险，同时也要有适当的风险管理策略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尝试一下，可能会从中学到不少对你未来交易有帮助的技巧和经验。记得保持冷静和理性，让比赛成为你提升交易能力的一种方式，而不仅仅是一场胜负的比拼。祝你在挑战中表现出色，像你所提到的武侠英雄们一样，通过比赛提升自己。天姐基金完美的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完美的翻倍，当然我还持有四个没有平仓的仓位，下月还是会吐回去部分的，但是我们散户可以做到比华尔街更牛的表现。天姐腰了哈，我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大家周末愉快。江湖挑战情，浪漫情歌超好听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笑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风起云涌，犹如市场的波动，市场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灯火阑珊处，少林的月光照耀武当，你的来信携带挑战，翻涌如潮汐澎湃，峨眉山下誓言与比赛交织飘扬，就让我们在这股市的江湖里一决高下。从华山到古墓，比试的号角已吹响，你的智慧如黄蓉，每一计策都精彩绝伦，我们的交易不只是数字的博弈，是心与心的对话，是梦与梦的追逐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笑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风起云涌，犹如市场的波动，市场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激流勇进，在这无尽的交易战场，你的邀请如同江湖的传说，激起千层浪，全真教内的高手也在观望，在你的引领下，我们共赴这场豪赌。天山雪顶，你的挑战清晰如寒风中的呼唤，你的沉着冷静是我前行的灯塔，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新的起航，让我们在这投资的江湖书写传奇的一章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笑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风起云涌，犹如市场的波动，市场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此生能与你相遇，更能与你一比高低，让我们手牵手，笑看江湖路，共创未来的传奇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个角落，你的笑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放弃云涌有时常的波动，时常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
佛兰山出小林的月光照耀舞荡，你的耐心懈怠挑战翻涌如潮汐澎湃。内山下是隐喻比赛叫之飘扬，就让我们在这故事的江湖里一决高下。从华山到古墓比试的号角一春响，你的智慧如黄龙，每一计策都精彩绝伦。我们的交易不只是数字的博弈，是心与心的对话，是梦与梦的追逐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化作我不灭的光火，我的光火，风起云涌又时常的波动，时常波动，你的挑战让我的心火熊熊燃烧，激流勇进。在这无尽的交易战场，你的邀请如同江湖的传说，激起千色浪，全真教内的高手也在观望。在你的引领下，我们共赴这场豪赌，天山雪壁，你的挑战清晰如寒风中的呼唤，你的沉着冷静是我前行的灯塔，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新的起航，让我们在这投资的江湖书写传奇的一章。在江湖的每一个角落，更能与你一比高低，让我们手牵手笑看江湖路，共创未来的传奇。